伙伴们，主页面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你们发现了吗？在主页面的中间有一座悬浮在空中的小岛，这个小岛它飞在空中，对不对，伙伴们？你们看，这个小岛非常神奇。队长手里拿着铲子在建设着这个小岛，你们看到了吧？老胖达也在干活，你们看，老胖达手里抱着一个草块，他在给这个小岛垒方块，对不对？而主界面上面的卡卡，他手里拿的是一个石矛，他的眼神就是在望着这座奇怪的小岛。但是伙伴们，队长手里拿的是铲子，对吧？铲子在迷你世界的功能，伙伴们，它是破坏方块呀，你们看，它并不能创造方块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把方块给打碎，你们看，方块打碎了。伙伴们，卡卡手里拿的工具是什么？你们应该看到了吧？它就是我现在拿的石矛。伙伴们，石矛的功能就是在游戏中挖石头，也就是破坏石头。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卡卡他也在破坏小岛上面的石头，所以他拿着一个石矛。伙伴们，他们四个其中只有一个胖达，他拿着方块想建设小岛，而卡卡和队长他们只想破坏了这个小岛。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